婆婆又来了，阿婆婆煮小食，下午茶。嗯，咩做菜啊？你等我计，看我计。你咩讲啊？韭菜茶粿。啊，韭菜下工。下工茶粿。嗯。韭菜下工茶粿。啊，即系系交嘅条绳。你爱讲要乜计？你等我计。面粉。面粉 ，OK， 面粉几多？乜计？面粉80g。嗯呀。20，还有斩米粉。面粉80g，斩米粉20g。嗯。OK。牛。韭菜。韭菜几多？60到70g 之间啊。你要注意啦，嗬。放几多也要注意，总之给老豆也要硬出的了。啊，等下你们再看一下那个情况是怎样啊，放。嗯。放韭菜呢，超过桥，啊，过后食。睇工人唔会放多啲，人家中意，我放盐。阿嘅放盐。用时间。用时间。这是茶匙啊，其实。慢慢慢啊，哦，慢过条都惊咸过条，嗯。你爱放胡椒放多啲，你中意吓。放少少。嗯，放水啊，放水捞啊。重要啊！就切碎佢嘅下锅，啊啲50g，啊又特别假，好好食啊！你放心。嗯，因为今天买到的是大虾嘛。嗯。你们买小虾也可以啊，就切碎，但是不要切完全碎啊，就是它还是一粒一粒的 ，OK。嗯。OK， 所以是材料是面粉、粘米粉、嗯、韭菜。斩放斩米粉嘅意思讲冇俾人咧硬手手，你放多要硬嗰条要唔好食。啊，水。你放水嘅时候啊，冇讲一下豆多多啊吓。因为水我们也量不到给你们看啊，是要看你自己阿噶儿。啊，慢慢嚟经营。啊啊，踩到点硬为止。Yes， 慢慢放。我看婆婆现在是一小碗的水，慢慢加，然后搅，慢慢搅这样子。听到吗？对，所以这个是面糊的材料，然后你们要再准备多虾子。这个你看，这个虾是剥好壳的 ，OK。你们买大虾、小虾不要紧啊。这个其实我们也是乌卡油嘛，盖是猪嘛盖嘛，对吧？嗯。啊，差不多这样用啊。所以你是用了一碗水嘛，一小碗的水。嗯。一些碗的水。OK。OK， 现在放油。日锅放油要煎了，嗯，鸭头是自己要捏，你捏啊，出起油呢，啊，你的卧蚕要热，因为等下你要倒那个面糊在卧蚕上面，对啦 ，OK， 面糊已经调好了啊 ，OK， 这里是加韭菜、面粉，好吃啊，含碟哦，可以放吗？含碟啊，你用没？不要放两茶匙哦，放多啲啊，面粉、嗯、可以嘛，加一点点。这样子哦，太公，来本家的 recipe 就莫放很多盐嘛。啊，是啦。你们的面粉还是一样，但是盐你们放一汤匙就可以了。嗯。啊，如果你们不小心调太咸啊，好像婆婆这样子也是可以，放面粉再加水慢慢调，给它稀一点。OK。嗯。是啦。所以面糊大概是这个程度。嗯。可以啦。可以有啊 ，OK 啊，啊阿家家婆婆做到事的，啊、哎呀，答咩？啊，那边看有热开冇？天冷热，不过系我日就日落尘热啲，因为你唔热呢，你方便分一起温啊。你看放下去冒泡了，但是婆婆讲要等这个卧蚕热 ，OK？ 啊，佢喺唔叫热啊，去起温起温，不过你条条做两只都喺起温呢，干起嘅冇得。下锅拿走了，然后这些放在中干。嗯。这个一定要帮手，你得帮你做。一个人做慢哦。你呀，真的是很忙哦，你一个人做。你要好吃，你慢慢煎。
好，你要打嘛，再两个就够。都该爱心，你心是托的啊，莫不养尊啊。到这个程度，大概这样子。你今天可以见那个中火啊，同西火，你看到吗？西火啊，太放热可以，然后就转西火煎，要慢慢煎，慢慢煎。然后你们一定要准备一个刀啊。怎么嘞？因为你要，因为你要煎到你要看的，看到吗？你要割割干净，你就准备一个小刀。要压啊，要给它开后，开后保持你夹吃到面粉的。哎呀，难。看啊，你们弄哦。哎呦 ，nice 嘛！你要给它收完了，然后你再铲这个底部，不然的话，你很快铲起来，它就会破完。黑老婆，因为我们该有例子了，对啦，记录了。因为刚才我要帮婆婆，然后我就没有录到，但是刚才婆婆啊，就太心急去铲，然后就很容易散掉。然后放一段时间先，它才会。没有，还觉得那个那条黑暗有没有？你爱前面几打不亮啊？你有你刚几道亮哎？黑啦！你们第二个二十点，你们弄我几个就知道了。有一道亮，有一道亮，有一道好亮。后面的婆婆就有点心急了，因为她要快弄，然后就散了，那这个散了。然后后来我们就知道了啦，不要这样快铲它上来。给它定型了，你才铲它上来，就亮的了，黑毛。知道吗？要记得要放吸油纸啊，不然的话，等下你们吃就很油，很油腻啊。啊，记得放吸油纸哦，那个亮哦，看、啊，那个地上。噔。但我觉得这些才是好吃的，还搁点那就碎开，那这样啦，薄薄啊，碎掉了啦。才是精华，这些太亮哎，冇事的，就是要那种碎掉的才好吃。我爹给你做过板奶咧，今天咧外国爹娘就碎碎的最好吃的哦，这个一流哇！你看那个老人家做东西，刚才光亮亮的。来油，你今天就是最亮的婆。冇，你今天就是最亮的，是不是很好看？这种叫做艺术，谁敢讲婆婆做的东西不好看？嘿，笑死人了！冇嘛，自家煎来食咧，都系爱阿娘真好食咧嘛。所以重点是什么啊？你的锅铲啊要够热 ，OK？ 然后你放面糊上去蒸那个油，你不要太着急，就要翻掉它，不然就很容易断掉那个面那个形状。然后给它一片美美的话，你就这样子 ，OK？ 看啊，面糊用完了，但是还有虾。所以虾刚才是100 gram， 这边剩下50 gram， 所以其实50 gram 的完整的虾，50 gram 的碎虾就可以了，就刚刚好。OK， last 一个了，等下可以吃了。太空高兴哦，因为啊，哇，都好捏的呀，好来。炸东西是这样的，好捏呀。这个的话你可以一片片这样子吃，或者是你要剪小块吃。我们通常是剪小块吃啊 ，OK， so 你这样子剪成一条一条。慢条。还有啊，再剪刀一下。这样子。还有啊。
没有啦，其实看你们啊，你们喜欢直接一片吃也是可以，我们比较斯文，敢讲我都敢听啊。哎，没有，这样子看起来比较多，应该说分量刚刚好十片、嗯、啊，真是刚刚好十片，那个粉的量，几多块啊？80g，20g，20g的杂米粉，一定要杂米粉的啊？你中意啊？唔放都得。杂米粉系本地，公安的，啊，公安的，啊，你们其实自己喜欢的啦 ，OK。所以如果其实你剪的话哦，你看啊，我剪小块的话哦，你都不用扎到美美 一整片呐、啊，你扎到碎碎也是 OK 的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就很好吃。因为上次婆婆有几次炸的时候，它中间 Q 的嘞，你要它薄一点，就过好咬。你听到那个声音，应该很难听到。可以，啊，吸了吸了，你远远都吸到那个韭菜香了。啊，韭菜香，所有远远都吸到我。韭菜好香。啊。就差不多剪成你们自己喜欢的大小就开始吃、嗯、但是我们是会搭配甜酱或者是辣椒啊。甜酱就是上次上一个 video 在那个豆腐煲的啊，我跟你们讲过了那个，然后很多人有问是什么甜酱，其实它的另外一个名字是海鲜酱，什么 brand 都可以，但是说白了就用那些利比牌子的嘛，利比牌是我妈妈牌啊，我不啊，在上网我比较难 check 到啊，但是我们是在那种便利商店啊，附近那种小商店那样子啊。你讲甜酱啊？啊，甜酱。但如果你要在超市找的话，我觉得你找大不了雷甘给啊，雷甘给的那个海鲜酱啊也是可以。如果你们找不到的话啦 ，OK， 开始。不用说啦，够辣椒酱就普通辣椒酱就可以。我炸到有点累，不会讲话去了。啊，看好睡好大。你忙工孤灾耶。那家讲，啊，去个搞干。你知道上个 video 那个咖喱鸡啦，没有，有人 comment 啊，讲阿婆忘记讲孤灾去，他只 video 爱讲多啲。嗯，爱讲孤灾啊，听他讲啊，也就听啊，双拜。要两公婆，加金帮马来人嘞。以前，哦，就加个老公呢，都有老婆，就单家人屋，即系把金帮住嗰条单家人屋，生意打老婆，生意做老婆骂生意打，但是咪呢，有嘢加老公爱出上市做上。人搬在张床嘞，佮老婆在在家，佮老婆咧在在家咧，佢就得系，就拿把刀就去斩住，明冇？斩住斩嘛，佮把刀啊，他成间得一只，竹条咧一只龙啊，刀得咯，龙佢可以试过咯，佢都斩刀，唔斩刀就得呢条做咯，做咧。哎，把刀一跌，就跌到一条太傻吹的，把就惊动了，哎傻了，你知道吗？喂，这把而家有东西跌下来耶，就注意啊，哎傻就注意去咯，哎出来看，哎看到只反婆，但家人冇在做诶，是咪个半夜哎傻出来前位反婆，因为家老公冇在家嘛，后太条又傻，出去前到家老哎反婆。佢看佢落架屋卡嘅時候，一曬出俾你人看，好認真，哦，哇，好靚仔，對啊，馬來婆，冇對啊，反婆啦，冇講馬來婆，對啊，反婆，好，真係温柔，只老公唔同，每幾日開曬都打你做嘛，冇你安樂，佢嗱日就對佢真係好，哦，先咪同你扯，一晚成一曬，一晚成出來，一晚成二出來。是咪呀？就反婆，都不太合事嘛。你咪好，冇变咯。是咪只老公撞来，扮演佢撞来啊？哇，撞到来看到只老婆，教我鸡哦，硬系要佢叫哦。而咁都不硬批只哦，而要佢搞到要打哦，打出烂刀来斩哦。
这老婆亲就我去亲斩亲亲斩，暗暗家到到斩到哎，这老婆个肚拍，你看嘛，哎撒在苏嘛飙出来，全个肚拍就飙出来，哎家哦贵哎，亲斩亲斩斩斩一一条，一条不是照落去，一条上面了面知道嘛？原来一撒，撒点样讲啊？哈线出一年嘞，条拉壳出一撒，哎照落照落一只，哎唔好就你咩后，你咩出来潜色，人用贵可能唔都强啦，少靓到不法啦，不保的那条拉壳，因为一条拉壳。好多煞仔喎，一板條都係煞仔嚟喎。其實照嘅照啲雞同賣同事喎，唔啲條誒敷落去喎，而家嘛誒煞仔幾多啊？飲雞啲人看到半都驚，做唔照咩？係嘛喊叫命喎！啊煞錢就照嘅喎，照五斤仔兜一隻盤喎，唔出一人間㗎。哎，来啊来啊，讲晒佢，而家爱死佢啊！等不及了，好好先，好先，好先，比上辈好些，因为今日咁酷啲。人家在喺以前啊，人家讲嘅咯。其实这个故事哦，是不是？我先看过人家拍成戏嘞，那个三二一啊，那种老戏啊，那种很老很老的戏，婆婆很喜欢看的。弄什么白蛇传，什么什么什么传，然后又弄什么乱七八糟，可是老人家，老人家很喜欢看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我看五分钟我睡着了。啊，咁讲嚟嘅话，以前老人家又有怪怪都有哦。你们喜欢听的话，他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的，那种奇奇怪怪的故事。系啊，哦，哎，这羊毛嚟讲的，其实羊蛮好呀，你些又没有好毛，因为我觉得可以一汤匙半。因为婆婆是放两汤匙过后，婆婆觉得太咸，她有加面粉，加大概一汤匙面粉下去，然后再弄火化，所以我觉得是一汤匙半是刚刚好。哎的，一茶匙不是汤匙，茶匙。谢谢呀、啊，谢谢呀、啊，很好啊，又满啊。嗯，两个满。嗯。啊？你要怎么买个二锅？拿不？啊，煎的时候不要放这样多面糊在那个茶那边，不要太厚。这样子薄薄啊，它就是有边边这些脆脆的才好吃，你知道吗？这种还是精华、啊，真的好香，没讲笑的。你放韭菜唔同的，真的好。虾公，仲有虾公。哎，仲有虾公，唔好讲啊，好心痛啊，放虾公你咪解唔爱，爱煎就煎好鱼。虾公我放多就好食去啊，加啲放多啲。嗯，系啦，可以啊，快关一下，建议爱食去。拜拜又见亮亮的朋友，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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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我哋话，我同我老妹就话，做都唔切啦，做到唔知啦嘛，做到佢开个笼啊，望只门内唔知件事，有嘿啊，可爱啊，真系好惨嘅东西。我冇讲以前他是卖这种同埋的 tube box 啊，两个，做都唔切啦，好好卖，好好食，啊，好多中意欣赏，中意食哦，因为斋嘛，斋梗系好食咯。啊，这个 recipe 真的是刚刚好，很好吃，真的。跟着这个就是了，看，捏完了，捏完了，都不叫吃啊，好吃，也好吃。可以，啊，拜拜。你要照着你做，好吃。嗯，照着你做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这个一定要做。拜拜了哈，拜拜了哈。